回去帮一下忙，要开电车，所以要戴帽子，等一下还要戴个头盔，不知道戴不戴得下，不敢给他吹风，头那个头吹到风了，然后会头痛。今天他们昨天晚上说帮手了，今天可能不怎么来了，还有一点收尾工作回去帮忙收一下，再赶回来上班。出发了，做好防护。芒果给阿彪的丈母娘他们带回去，他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果，上次我们也带了一箱过去，挺喜欢吃的。二十六八九个，十六斤多，要个二十斤吧。打包装箱，一个个包好。这里还有，买买一箱。哎，刚好放了下的箱子，多谢老板啊。回去，今天不开我的小店里了，接我朋友的。过关车，拜拜。再卖五分钟，你们都走了。我出去买玩具，我就叫等一下。今天还有的吃啊？那没有吃啊，你。姐姐，你也去那么早？你会来这么早吗？我来这么早，我想做工哎，然后我现在抱着小航航，我不用做工了。你有的吃，我小航航起那么早吗？哦，要去哪里？去看啊啊，好哎，啊啊啊，啊。哪里有啊啊？有小狗狗。哎，我要找点东西吃。是啊，早上我为了赶回来，怕他们走了，我都没吃早餐，喝了一杯水我就跑了。好了，你回来快一点哦。哦，刚好赶上，慢两分钟都上不了车。我那个芒果，啊啊在哪里？你指给舅娘看，舅娘带你去看啊啊。啊，你哭的怎么哭？你起那么早干嘛哈？哎呀，紧赶慢赶，赶了。哦，有甘蔗嘛？我要吃甘蔗。哦，看看甘蔗皮都有的吃了。要吃甘蔗是吧？嗯，哪里啊？哟，那是什么？你说的那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哎，这。哎这，看，有，一二，怕没？咕咕，你来，哦，咕咕啊，那是咕咕，有，好吓人，吓了，咕咕，早就来看啊啊的姑姑是不是？早上开电池好冷啊，给舅娘穿的又厚，帽子围巾。姑，你自己吓自己啊！你吓姑姑啊？姑，哪里有啊啊？哦，那里有啊，那里是空空。你吃早餐了吗？舅娘去舀饭给你吃好不好？早的肯定没吃，走，我们回去吃饭了。走，回去吃饭。啊，走，回去吃饭。小可爱要回去吃饭了哦。好不好？忙，吃饭啊，好不好？哈，要不要吃饭？你干嘛看了一样东西要去踩它一下，那骨头也踩它干嘛咯？来，走啦，脏的不踩它，走，往前走。像个小蘑菇一样挡回来是没？我要吃饭，我们回来吃饭。先，我还没刷牙。好的，那我们去，我们找周周来吃先啊。阿婆，你有周周没有？是吗？等个筷子给他拿就得了，整天去抢。那给一瓶酒给你。阿文哥。真机好啊！哎呦，自己拿呢。乐，你吃饭吗？你又不会喂，你抢什么抢？乐哥，拿一双筷子给航航玩。那个纸箱里面有，这个杯子才完整了。借个杯子给他们，被他硬呛了过后，来，硬没防守。来，涵涵，这里，不给。
好装。丢两个米就给他自己抓。米。米好看哦。米老。搞早餐，搞早餐。回来还没有得做工就开始吃了。好吃头。要先吃完才。你不好吃，你要不来这里吃，酒又倒上了。哦，是没这个伯伯怎么回事、啊？我近了，你那么远。我那么远回来做工，我最积极，好不好？我也没看到你。开了40分钟的车才到，二哥。拜拜。你故宫来抢生意不？本来说我带这个我不用做工，现在你带，我就要去做工了不？抢生意不？我和爸爸栏杆就过去了。拜拜。哎。有贼快了，不然给他们神了。人家家没有手工呢，老家人家有手工，人家贼快了。啊，你看二姐娘算勤快啊。那是姑妈，那是姑奶不？姑奶哟，我是姑奶不？姑奶奶。我是说我们回来不要做工了。这个是姑婆，不是我伯娘。姑婆，大伯娘，二伯娘。我们看眼睛下来玩喽，看眼睛了，对，我妹妹看眼睛了，妹妹啊，哟，这个帽子老是往前，是不是帽子小了，老是往前？哎，导弹表哥。嗯，导弹表哥，导弹表哥轮流看牛，现在大牛小牛，导弹表哥导弹了一早上。妹妹呀、啊，这个衣服小小的穿不合适，搞得一薄喽一薄喽的，只看到衣服没看到人。哦，爸爸快点拿水来了吧，我们要喝水了啊，喝水了嘞，妹妹又挡眼睛了，这个帽帽老是挡眼睛，哇，太大了。聊房子没？没瞌睡给了，没瞌睡给了。睡。哎，你睡够了，眼睛亮亮的。嗯。牛仔，你拿垃圾桶来踩，那拿过来去你洗把太，洗把太。你想洗把太嘞？你表哥已经到了那个挨揍的年纪了。准备要吃冰。他刚刚得七锅就没晓得啊，还想得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知道玩哦。这个表哥要到了挨揍的年纪了，搞了一早上破坏。走路过来。嗯。走路。你过来背你表妹吧，你把表妹吵醒去。哎呦，我就顶在个其他人。狂的出汗，头发都湿去。我记得我有一件背心在家里啊。在那里面有一件啊。不是有上次回来是好像放了一件棉小那种小棉背心啊。哦，穿着给这个笑的，穿舅娘买的酷酷的衣服。哦、我要跟我的车子冲着等呀、啊，他这个车没有我那个车，我那个车看也烂，干嘛等啊？刚上了坡我差点没回来了，他应该昨晚上冲的等。我们今天就乖乖了啊，我们满月了，我们变成乖乖小雨，给爸爸妈妈好好休息啊。这个奶爸，坐着都睡着了。我们小雨自己玩，不哭就得啊、嗯。哎呀，就回来帮洗了一点锅碗瓢盆，又得混一层。现在还是村长下厨哦。强子下厨。强子下厨啊，强强联手。我今天刚好3点钟上班，可以吃完中午去，不然我都不敢吃，直接走了。现在。已经可以吃了。我2点钟要走。好，上班呢，我大概要什么班呢、啊？上吧，我今天要上班，我只有一天休息。不养你上啥班？真是的，还不养你，我干嘛呢？早说啊，我马上回去辞工。强子养我。强子不养，强子要养他的，他要存钱存老婆本，到时候找他的另一半养小孩以后。养狗呢？我自己都养不活现在。跟我一样，我也是自己养自己养活。那找个富婆算了，不要找那种了。
一直在寻找啊。在强子在线征婚，要那种五十五岁已经领养老金的退休了的。只要是富婆，你别管他多少岁，六十也可以。啊，不要说多少岁，那是宝贝。啊，那是我的宝贝。啊，那是我的宝贝。等一下，阿姑就是被姑爹捡到了嘞，他那个富婆。年少不知富婆香。年少不知富婆好啊，错把少女当成宝啊。现在还来得及。来得及吧。啊。现在等一下会有那个阿姨踏着七彩云霞来跟你说，来强子不要努力了，阿姨帮你。我做梦都想着有那么一天。快来，你就等着白养就管就得了。还凶了干嘛，我要走了，你们慢慢吃，赶上班。拜拜拜拜马航，拜拜，要凉水买去啊，不洗了。行、啊，快、辣！快点啊！我被辣了。我准备辞工，跟你去西藏。哈哈哈哈哈！过完年。嗯。拜拜。